亲爱的手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收看熊孩子橘子的一天。橘子早上刷牙，再一次将牙膏吃到了肚子里。爸爸，我会不会死的？橘子和隔壁姐姐起了争执，争执的原因是谁的爸爸更丑。你别说了，我爸爸世界上是最丑的。中午孩子不吃饭，爸爸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童年，第一次逗了橘子。你逗我的时候可不可以温柔一点？下午橘子又和阿姨家的狗狗起了争执。我刚看到狗爸爸了，你快去吃啊。晚上洗澡，橘子照常喝饱了洗澡水。即使喝饱了洗澡水，睡前还是要随着爸爸的又一顿动，终于安然入睡。